来，今天能不能吃到免费的宵夜就看你了。你不是号称清华作家能不能干吗？这是什么头衔？我是清华缩那么吧，所以什么意思？包虾 PK， 对，免费吃是吗？对，第一就免费吃了，行，咱就有着落了。行，那我今儿就北京区域冠军榜耍耍来，走吧，那就走。你吃过小龙虾吧？那、啊、必须吃过呀！你知道第一步怎么办吗？先缩味儿呗。剥虾，让你来剥虾 PK 呀、啊，不是让你来吃虾比赛的。确实是，不能看着太享受。嗨，我肯定知道，放心，待会儿给他拿捏了。行吧，嗯，对。那这小龙虾是不是大波龙的孩子呀？还没长大、啊。大哥，这俩人都不是一种族的，这小龙虾属于鳌虾类的，那个、啊、说实话它祖籍都不一样，人家比如说澳龙吧，人家祖籍可能是什么澳洲某海是吧、啊、这小龙虾有可能是某县的一个小泥坑里的小泥坑所以说这个小龙虾它也分不同的品种吗？那必须分啊，比如说像这个啊，就属于麻辣的，还分十三香的、蒜香的。我这是在生物学的角度上，你在餐饮学的角度上就行。好，来，哈喽哈喽，咱们这边是需要参加多龙虾的 PK 大赛，是吧？怎么个比法啊？咱们这个，咱们现在的话是有两种参赛方式，就是一分钟之内，就是播的最多、数量最多，或者是播的速度最快。那咱比个最多的吧。对，最多的，最多的。行，好嘞。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啊？这个，咱们当上二十多年。三二一，开始。OK， 走起来。没问题的。去，又进我眼睛里了 ，bro！ 哇塞！不行不行，小哥得加油了哈。OK 一个。哇塞，人家这……就是主要我不单身，我没那二十年的手速。我去，我俩才，才几个了？他是？别数别数别数，影响发挥。你得盯着自己。我待会儿偷您几个，分担一下。哇塞，能不能免单就看你了。我觉得看不了了，不知道吗？大哥，您得加油了。还有五秒了。五秒我才包了四个。三二一。我操，停止。连四个都没有。我来数一数，先数他的吧。嗯。一颗，两颗，三颗。好，三颗。四颗。剩下的都是给我。五颗。六颗。七颗。八颗没了吧？哇塞，八颗！这数了吗？数了数了、啊。你的呢？我还给人家多算，我这你的呢？对，都就手。那我今儿就北京区域冠军榜。这太扎手了。是吧？行了，甭说了，买单去吧。